这个事儿，找一个铁盆儿。用这个，这玻璃的。不行，玻璃会破的。玻璃不会破。会。你这是揉丸子吗？不是你想象那么揉的。好吧。你确定你是在揉丸子吗？你把肉打烂了。一定要打烂呀，先。他越打牛肉越打越有嚼劲。我打。不，我帮你端着，你这样来，来，高一点，麻烦。打得过了吗？你这个肉太细，不能这样打。噔噔噔噔噔。OK。我在给你们做晚饭，味道好不好我不知道。挪一小步，谢谢。多打一会儿就有。你别把力气都用光了，待会儿烧饭都没力了。哎呀，我还是闪一闪呢。各种很暴力的声音。